人啊，如果没有中心思想，没有大家要过好日子，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乱。大家都在讲自己的事啊，是不是？只要自己的好就都对了，那大家有大家立场，那不打起来才怪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天不是说吗？这阿富汗这样子，然后台湾有人说我没有在怕啦，来打吧，来抓我吧，或怎么样吧，我都可以。抓你四小，全台湾人有多少？2300万，几个飞弹来，至少有人身亡吧？那别人好端端的就蹦一下就没了，那是招谁惹谁了呢？是不是？这就是，那我为什么要讲呢？因为这是我同胞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怕那是你家事啊。那我同胞生活，不管是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都有朋友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我朋友，是不是？是，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活得不耐烦，那你说你没关系，那别人有关系可不可以？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那明明本来就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，军队都变成募兵制，都不是征兵制，都减少减少减少，军备的预算都减少，就突然瞬眼间呢，现在变得敌我不两立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问你，后面呢，后面要怎么样呢？你说导师，你这是共修课，你为什么讲那么多废话，跟共修什么关系、啊、是不是？因为跟人民的命有关系，讲到命就很重要了。从这个命，不是只有台湾人的命，还有全世界人的命、啊、要搞清楚。所以你不要傻不拉几的说，哎呀，我们修行人不谈这个，修行不谈这个。炸弹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也没看你是不是修行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真的张飞杀岳飞，杀得满天飞，真的。然后现在没有在怕的啦。我那天看那个，不是那天、啊，我今天啊，昨天啊，现在我已经睡了一觉起来了。昨天呢、啊，我看那个政论节目，我看那个其中一个名嘴，他说这个我跟你们讲，必须打。就是那个主持人问他，他说那个就说这有人说啊。他这个对岸过来把他抓起来，他没有怕。他说我告诉你，不打没有空间了，必须打，打了才有空间，打了再谈嘛。对呀、啊，打了再谈嘛。那打了以后呢？我朋友一半不见了，他陪我嘛，是不是？怎么会是这种论调呢？然后他怎么说？他不敢打的，他不会打，他没能力打。你说如果那个对岸的刚那个对岸刚好也看了台湾的节目，因为他前两天批评对岸的，那对岸马上就在他们的报纸来什么还击这个名嘴讲法，然后这名嘴今天又讲了你们的今天嘛，是不是？你们的昨天呢？他讲的，那是不是哪一天就突然无声无息中就蹦一下炸弹就来了？然后打吧，打这样才有空间才能谈判，打吧。这什么论调？这什么论调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论调，是不是？你不爱自己，你要爱你的同胞吧？我都不知道是这样，这样到后面会得到什么下场，什么结果？